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49页，549页，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大乘一章第二卷云：居行方便，观达为慧，就实一论，真心体明，自性无暗，莫知为慧。实乃以明自本性，见自本性，方明慧也。这是大乘一章对真实慧这个慧字的解释。什么时候是智慧？要明心见性，智慧就开了。可见的这个境界不是凡夫境界也不是二乘全教菩萨的境界这境界很高。所以出自于大乘一章，大乘是菩萨，是化身菩萨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大乘。行方便，行里头包括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个都叫行。方便就是智慧方是方法，方法是活的，没有死板死爱般的方法，所以方法无量无边世尊教学也是84000法门，展开来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门道，变呢是变异这个变是什么呢？合情、合理、合法。我们现在所谓的适合于众生的根性，适合于时代的变化所以每一个时代这个方便不一样，方便里头没有好坏，在当时就是最好的它是论现前来说因人、因时、因地方方面面呢都顾及到了，做出最好的榜样这叫行方便观达为慧，
对于所行、所思、所行，这里头有智慧呀、观察、通达、了解事实真相，这叫慧。啊，事实真相是什么呢？相有性无，事有理无，事法不离因果，佛法不离自性，这都是观达。啊，这个是智慧。所以下面就是而论啊，真心体明，自性无暗。真心就是自性，自性就是真心啊，体明就是无暗，无暗就是体明。一句话做两句话来讲，加重语气。啊，要我们特别重视这两句。啊，这是什么？真实智慧呀！啊，就大乘法里面，这个境界是明心见性，智慧真的开了。啊，这叫真的证悟。那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是熟读经典，啊，研习经典，知道这些事情，这叫解悟。啊，觉悟是什么呢？觉悟是上中下三根人修行的前方便。这个前方便就是一般讲的看破。啊，修行全在放下。啊，这个放下一定要知道。不是四放下啊，四放下那一切都停摆了啊，佛法也没有了啊，四没有放下，心里放下了，这叫真放下啊，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叫真放下了啊！那个四呢？四，你看八十里头讲，转八十成四智，转前五十为尘所作之，那他没放下了，成就所作的智慧功德。啊，眼耳鼻舌身没放下，还要干死啊！啊，放下的是幕后三个，第六意识放下分别，照见的不分别，第七识放下执着。第八识放下恶印象，啊，八识不落印象就是大圆净智，
这个学佛的不能搞错啊，不能放下，什么事都不干了，这个不行啊。诸佛如来为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经上，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放下了没有？他的事情可多了，每一天就是戒引众生的，那就是忙得不得开交啊。你说每一天多少人啊，设方诸佛刹土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他通通要去接，他的本事大，一个都不漏啊，那真厉害啊。那每一个往生的人都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不止佛一个，佛还带了，如果是上辈往生的，还有很多化佛，很多佛跟他一起来。啊，中辈的有菩萨，啊，还有自己，无量劫来，有缘的人，家亲眷属，啊，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通通都会跟着阿弥陀佛来欢迎。啊，来迎接。啊，佛有的天天上课，讲经上上课，还得同理大众。啊，那要不管秩序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就乱了。啊，他同理大众，真的。不费事，为什么呢？德行感召，啊，也就是一切往生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感受阿弥陀佛的恩德，阿弥陀佛的教训，不忍心违背，怎么也要把它做好。要不然，对不起阿弥陀佛，全是自动自发了。啊，佛每一天所讲的，大家都听懂了，正确的理解，没有把佛的意思解错。个个都能依教奉行，所以这教育办得最成功啊！啊，完全用教育就把人管好了，就把事办好了。唐太宗的光碟里都有说，文化可以治国，啊，治国平天下了；佛法可以治国平天下，啊，最高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跟方法。在大乘经上，啊，在华严经，在无量寿经讲得特别清楚，啊，治国的宝典。比群书之要还要高一等呢。啊，唐太宗也后悔，年轻的时候不知道，
啊，用武力，用自己的意思造了很多罪业。啊，如果年轻就知道，就不会造这些罪业了，会把国家管理得更好。啊，这就是以真实智慧心方便法。啊，明自本心，见自本心，这是究竟真实的智慧。啊，所以诸佛菩萨修身齐家，他的家比一般人的家大，他是一个团体，一个僧团，释迦牟尼佛的僧团，1255人。加他自己一个，1256个人，啊，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家了。你看他怎么管理？啊，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首先自己做出榜样，啊，这个是以德行教化大众，以身作则。啊，然后再讲解。每一天跟大家上课，跟大家分享纯粹用教学。啊，德也感化大众啊，让每一个同学都能够转恶为善，这第一步啊。啊，佛最初讲经的12年，阿含。转恶为善的，这好比办小学，根扎下去了。第二个阶段方等8年，啊，提升了，教导大众转迷为悟。啊，这就20年了。啊，到第三个阶段，这是佛真正的要教的了。啊，智慧，慧以真实之力，22年，叫般若。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从清净心来的，从真诚心来的。啊，人心清净、真诚到极处，就生智慧。啊，自心的智慧就向外流露了。
啊，最后的八年，《法华经》啊，这个真实会提升的，提到什么境界？真实之际，就是真的假的，明自本心，见自本心。啊，到法华这个阶段呢，明心见性圆满了。啊，般若会上就开始明心见性了，法华会上就踏实了。啊，这是师尊49年的教学。啊，我们反复看四个阶段：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大涅槃经是最后入灭前一天一夜所讲的，那是释迦牟尼佛的遗嘱。啊，大菩萨在他们心目当中，世尊示现教化众生呢，是5识。第一识是华严，我们肉眼凡夫没看见啊，就是世尊在菩提树下入定的时候，定中所讲的啊，这个小乘人不承认。啊，时间经上有说2期，这14天；有说是3期，21天。啊，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啊，定中的境界，时间、空间都突破了。啊，时间不长，讲经的内容很长很长。啊，龙树菩萨看到了，啊，大本的华严经，龙树菩萨告诉我，多大的分量？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14天下未成品。释迦牟尼佛啊，就算再长吧，21天将圆满。我们阎浮提众生，就是6道里头的众生，没有能力受持，分量太大了。这部经拿到地球上的时候装不下了。啊，所以看中本，中本还是太大，不能接受。再看下本，下本就好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啊，仅仅是属于纲目10万偈，一偈是4句，就是40万句，40品。啊，龙树菩萨看到这个欢喜，啊，带到我们世间来了。这个世间
才有华严经。啊，那是世尊大彻大悟之后清净的境界，他把它说出来。啊，慧能大师开悟也是明心见性，在忍和尚方丈室里面用20个字说出来了。啊，他是说给五祖听的，五祖一听明白了，真开悟了，衣钵就给他了。啊，列他为第六代祖。啊，那么我们就晓得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际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讲的什么？讲的就是能大师的五句话，详细的说，每一句说不尽，说不完。啊，你看浓缩成20个字，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无啊，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这个要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真是智慧呀！啊，学佛的目标，无论学哪个宗派，无论学哪个法门，啊，最后的目的呢，全是明心见性。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啊，为什么？通通都明心见性嘛。啊，明心见性，经上讲的3个真实，你就完全证得了。啊，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啊，通通得到了。下面讲真实这两个字，大乘一章二，发觉情妄为真实。故其利妄之本真，亦即是自性清净心呐。慧能大师讲的头一句啊，那就是真实。为什么？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自性的清净心。被障碍了啊！被什么障碍了？妄，虚妄的东西。妄想是妄，分别是妄，执着是妄啊！只要你起心动念，全都是妄。啊，所以佛在般若会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啊，怎么才不虚妄呢？离开这个虚妄，真实就现出来了。啊，慧能大师离开了。所以他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是吗？就是这个经上讲的真实之际显现了啊，真实之际显现就是明心见性。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啊，不是真呐。我们虽然没有证得了，理解的越深，对我们修行就越有帮助。帮助什么呢？帮助我们放下。啊，理解是看破。看破之后，你自然能放下。放下之后，你就真的了。那不是解悟了，是证悟了。啊，证悟的真实受用。啊，觉悟的真实受用是放下。啊，放下的真实受用，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大乘直观曰：此心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念心性，即自性清净性。因为这个一念心性没有迷啊，迷雾都没有啊，啊，所以叫真如。夜明佛性，夜明法身，夜明如来藏，夜明法界，夜明法性，看这么多名词，啊，不止这么多，六句。啊，这个自性清净性，为什么叫它是真如？在宇宙当中，只有它是真的。啊，其余他所现的、所生的，全是虚妄。佛教里面的真妄，它有个很明显的定义。啊，什么叫真呢？永恒不灭叫真。什么叫妄呢？有生有灭就叫妄。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现象，啊，归纳为三大类：物质、信息、能量。这三种现象都是从波动产生的。啊，他说这个波动，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一念不绝。啊，一念不绝是动向，就是波动开始，啊，就能生万法。啊，为什么会生万法？自性里头本具万法，它具足。啊，只是不显而已。
那一念不觉呢？这是个缘。啊，因是本有的，本自具足的。有的一念不觉呢，就现象了。啊，有相就起用了。啊，没有这一念，它没有相，它不起作用，但是它通通都具足。啊，具足，因为这三种现象都没有。我们80、50一心所都圆不到。啊，能圆必有所缘，那自性不是所缘，所以你圆不到的，就用个空字做代表。啊，所以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空是没有现象，但是它有体，它有实体。啊，它能现象。那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为什么缘因现象？众生有感。自性就有应，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啊，所以它会现象啊！啊，它所现的相，你可以受用它，你不能执着它。那就是智慧。你要是执着的，那就叫烦恼。烦恼跟智慧是一桩事情。不执着就是智慧，执着就是烦恼。你想占有它，就是烦恼。没有占有的念头是智慧。你想控制它也是烦恼，不想控制它，没有控制的念头，那就是智慧。啊，只要你对于一切万法，啊，你可以任情去享受，不分别，不执着，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支配的不配的念头。你得大自在啊。啊，佛法里面讲，化身般若解脱，你全得到了。啊，放下从哪里放起？要从根本地方放起，把我放下。啊，知道确确实实。在一切法里头没有我，啊，我是什么意思呢？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要把这两样东西放下。放下之后，你就随缘了。普贤行愿里头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个喜，法喜充满了，比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比那个喜悦还要高，比那个喜悦还要深，还要广大。啊，这些，这些都是自心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
啊，佛佛道同，佛与诸佛他们全都证得了。啊，他们都有这样的主宰自在的受用。啊，我们没有，我们迷了啊。这个迷了是什么？就是心动了，这心动了，这收不回来了。很想叫它不动，不现，没办法让它停住。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觉，教给我们如何回归到不动。啊，回归到不动就成佛了。啊，因为什么呢？自性本来不动。实际上呢，现在还是不动，真心没有动。什么东西在动呢？阿赖也在动。阿赖是妄心，一念不觉，从真心里面起了一个妄心。于是怎么样？我们把真心忘掉了，迷了，把妄心当作真心，就错在这里。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要把真妄认清楚，啊，妄的要放下，啊，这叫真如。啊，如是什么呢？妄也是真，所以在妄相里头、幻相里头，不要起心动念，不要分别执着。原来妄是真呐、啊！你知道就觉悟了，妄就变成真了。迷的时候，真就变成妄了。古人有个比喻，比喻的好：一静作气，气气皆静。啊，静是真，气是妄。啊，黄金永远不变。我把黄金碎成佛像。那个相会变啊！我不喜欢这尊佛，我要供观音菩萨，可以把这个黄金的时候又变成一个观音菩萨，它不就变了吗？啊，所以相千变万化，但相是真啊，不能起心动念。不能分别执着啊，一定要用清净平等觉来对待。那你就是过的佛菩萨的生活了。佛菩萨的生活是最幸福、最圆满。没有任何人能跟他相比，幸福美满的人生呢，是佛菩萨了。幸福圆满的家庭，是佛的僧团。啊，僧团最大的无过于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最大的一个僧团。啊，里面的人数无量、无边、无数、无尽。
中国这个国家在全世界号称最大的，十几亿人，极乐世界大概一分钟去往生的都不止十几亿啊。你就知道极乐世界这个团体多大啊！阿弥陀佛用什么方法能把它治理得那么好，给诸群德行？这个德行是信德啊，自信本具的。自信本具，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知道，说出来了，就是无能、无常、四维八德。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的境界，我们没办法，无法想象。在中国，中国古圣先贤知道这无量，做得很好，没有到究竟圆满。为什么做到究竟圆满呢？这中国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我们把经跟古人历史一对照啊，差很远。啊，做到那个1/2啊，在这个世间成圣人了。唯独阿弥陀佛极乐世界100%的圆满，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阿弥陀佛是平宇宙啊，平是公平的，变法界虚空界啊，今天讲宇宙啊。啊，全宇宙里面，阿弥陀佛做到了最公正、最公平。啊，都做到究竟圆满。啊，他是诸佛国土里面的典范。我们要想达到究竟圆满，应当向他学习。啊，叫真如，相如其性，性如其相，性相也如。一名佛性，佛是觉悟的意思。啊，就是觉性的，我们人有知觉，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是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人制造的。啊，而且是一切众生通通都有的，植物也有，
矿物也有，矿物有觉性的。啊，你看江本博士做水实验，现在在高雄有一些同学也在模仿江本博士做那个实验，实验的成果大概比江本博士还要殊胜，因为他们采用的这些仪器比江本博士好。啊，看出水有觉性。啊，我们的情绪面对它，它都能够感应得到。我们心里喜欢，它知道；我们心里的讨厌，它也知道。啊，水是矿物，它有佛性。哎，他这个能够觉，这个觉性就叫佛性。啊，谁有这个？所有物质现象全有。啊，我们的桌椅板凳有没有？有。啊，外面花草树木通通都有，山河大地都有。不但山河大地有。连虚空都有，虚空要没有，它怎么能传递？所以，佛性变法界，啊，在有情众生称作佛性，在无情众生称作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法性是万法了，万法的自性呐。啊，佛性是单单讲，啊，有情众生法性里头的觉悟，单讲这一点，这叫佛性。啊，同时圆满的，真如是圆满的，佛性是圆满的。所以，佛性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佛性。啊，夜明法身。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句话很重要，决定不能疏忽。啊，我们一般人念的这个话没有在意，囫囵吞枣过去了。啊，什么意思并没懂。如果他真懂了，他是菩萨。他就不是凡人。啊，法是一切法，一切法是我的身呐、啊。这个身当然也是一切法之一，所以它也是我的身。这叫法身呐、啊。啊，法身的体是性。所以称它做法性。那法身呢？法身从相上说的，啊，有性就有相啊，相叫法身，性叫法性。啊，我们今天在一切现象里只执着这个现象是自己的身，这错了。所有的现象都是你的身，你不用执着这一点。啊，好比我们整个人是身，
我现在忘掉了，只看到身体里的一个细胞，认为这是我。而不知道整个身的时候，五十兆的细胞是我自己，在五十兆里头只搞一分，这错了，错在这里。当然这个细胞也是自己的身。你什么时候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现象都是我的身，你就叫真的发生。那么现象三种，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自己的发生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成佛了，佛身在哪里？没有一样不是佛身，全是。不现象的时候，它是发现，就是真实之际；现象的时候，就是一切万法，包括虚空。空间跟时间都包括在其中。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不能不懂啊。一名如来藏，藏是什么？藏是藏在里头，如来藏在里头，如来就是自信。藏在哪里呢？藏在法相里头。这就是说。发现藏在法相里头，我们佛性在哪呢？佛性也藏在这些万法里头。叫如来藏如来藏在那个里头。如来不在外面呢，如来在里头啊！觉悟了是如来藏，迷了的时候是烦恼迷了的时候叫阿赖耶，叫第八识。觉悟了是如来藏，如来在哪里？如来在心里头。这个心往往的是游在身上。楞严经一开头，起初真心，被释迦牟尼佛全否定掉了。那难道心体没有吗？是你有。你不能说只认身体里面这个心是心，这个心太大了。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心，把它割成这一小块，当作是我的心，其他忘掉了，这个错了。起初被佛否定，其实起初都是，没有一处不是的。不能执着一个。一名法界，界是差别的意思，性没有差别，相有差别。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就有差别，啊，就有界限，啊，但是万法的性没有差别，没有界限，啊，所以性跟相都要搞清楚、搞明白。性相是一，不是二，相上有差别，性上没有差别，啊，所以底下一个。眼明发心啊，也叫做发心。这些全是真实智慧啊。啊，学佛对于诸法的实相，就是真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啊，从性上，性是体，相是现象，是作用。啊，对于体相用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佛法。这叫佛，佛就是觉的意思，他全明白。全都清楚，这个人称他做佛啊，他不迷了啊。那么这个觉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智慧、德能、相好，都是自性里头本有。啊，本有，它不显的时候，就叫本性，叫自性。啊，多大呢？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的太妙了，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两句话用在自性上的恰到好处，这说的太好了。啊，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为它没有现象，所以你不能够知道它。啊，科学哲学对他都没办法。啊，科学哲学一定得有现象。啊，他所探测的有对象，自性没有对象。怎么知道啊？这佛说，为证方知。啊，你证得了，你完全知道。你晓得它真存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一切法都是它所生所现，真的能生万法啊！那怎么证法呢？佛告诉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证得了。为什么？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他，所以你不能发现了。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障碍没有了，障碍没有，自性现前了，你全都知道了。啊，谁见到？佛说了，八地以上。八地菩萨以上，他们全都看见了，都见到了，啊，可见的这个东西不是骗人的，啊，菩萨
51个阶级。啊，最高的这四个阶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四个阶级，通通真的了。这四个阶级的人有多少啊？不是一个两个啊！啊，这可信的。啊，你自己修行，你也可以真的了。你只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真的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啊，谁能放下，谁就真的。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那是什么？就是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他就真的了。啊，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的人，没念过书的人，啊，是个砍柴、卖柴的樵夫出身，年龄只有24岁，啊，在五祖忍和尚的方丈室，是半夜三更。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义，我们估计不会超过2个小时。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他放下了，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他就见性了。他所说出这个样子。跟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应的。啊，我们有个真心。发心。法界。佛性真如。这都是真心的名称。啊，真心是清净的。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我们现在自性是清净的，真心从来没染污。啊，佛经上说染污的，染污是染污的第七识摩那，摩那叫染污。啊，自性里头没有85识因素，没有，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能现。啊，这一方面，佛经比科学、比哲学讲得更详细。啊，今天量子力学家讲到这个问题了，没有佛经讲的这么详细。啊，佛法里头没有用科学仪器，没有用数学去研究，啊，他什么都不要，只要放下虚妄。真的就现前了。啊，那么这叫修行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全是放下了。啊，大乘教里面讲的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明了，明了事实真相。你不放下，你永远不了解。啊，自以为是，错了。啊，放下心一时，你看东西才是真相，真相大白。
啊，心是阿赖耶，是妄想。意是摩那，第七识。啊，识就是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第八识的妄想，这个东西统统放下，自信就被你看见了。啊，你对于性相、离世、因果全部看穿了。啊，这叫放下障碍呀、啊，原来就是啊！啊，星星的微妙，宇宙的奥妙，啊，全都明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体会，真正体会到，佛教不是宗教，宗教里不讲这个。宗教宇宙从哪来的？神造的。啊，人从哪里来？神造的。佛教里都没有。佛教里面跟你讲的宇宙的缘起，跟科学家所探测的完全相同。啊，佛法早就搞清楚，搞明白了。现在人才在摸索。刚刚摸到了一点边，啊，这一点边跟佛可以接轨了，啊，所以佛教是什么？我们今天做证明的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呐。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佛陀的教育叫什么？啊，我们大分作五个科目，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这是普世教育，跟社会带来安定和平，对人们带来幸福圆满。啊，往上提升叫向上一种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这是佛教啊！啊，高等哲学被方东美先生发现了，高等科学被近代的量子学家证明了。啊，它跟一般宗教的性质。完全不相干了。啊，极乐世界是什么？极乐世界就是佛教哲学跟科学的精华，是它的科学园区啊。啊，落实在极乐世界。啊，这个是天上人间大家所梦想的究竟圆满的生活。啊，阿弥陀佛在这个实验区里头做出来了，让你们去看，人人都可以去，条件很简单，只要你相信，你愿意去，你肯念这一句佛阿弥陀佛，你就去了。啊，你就可以亲身到那边去感受，啊，而且在那边确实能把无世界的烦恼习气断掉，啊，生生世世做的业障到那里也化解掉，不是迷信的。
啊，这一桩事，现代的量子力学家了，逐渐肯定了，承认了。啊，现在承认是有此可能。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从意念变现出来的。啊，这科学家讲的，佛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他说一切法是从意念生的，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离不开意念，意念是物质现象的基础，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现象。啊，这最近30年才发现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再被人看作宗教了。啊，佛教摇身一变的，变成世界上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确确实实能跟人类带来这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落实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让每一个指标都能做到究竟圆满，这还了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千万不要疏忽，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迷信。啊，几千年前东西不适合现在时代了，错了。现在时代拼命才追，才追到边缘。啊，佛讲宇宙的发生，宇宙的形成，现在科学家才刚刚追到佛教的边缘。啊，证明啊，科学证明佛经上讲的全是对的。啊，还有一部分还没追到，啊，得继续努力。啊，可是到最后还得用放下的方法，你才能证得。啊，因为科学跟哲学是有局限性，啊，它有界限，它没有办法超越。啊，这是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你用心一时，对内只能够圆到阿赖耶，啊，对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啊，这个就是说，用心一时的极限，啊，现在差不多快到了，到这个极限。极限之后就不能用心意识了，用心意识是妄的，妄只能够圆妄境，圆不到真。啊，这个真就是哲学上讲的本体。啊，这是近代科学跟哲学都达不到的，因为它不是一种现象，所以你圆不到。啊，如果它是一种现象，可以圆得到；它不是现象，就圆不到。
啊，所以要用真心，才能见到真心。啊，我们中国古人讲真诚，把真诚两个字看得非常重。啊，真诚心才能圆到真诚。啊，妄心做不到啊，用一种怀疑的心态，缺少沉静的心态，这都做不到。啊，我们看五祖这两个学生，神秀跟慧能。啊，神秀很有成就了，在五祖身边呢，他担任助教了。啊，许多到正在参访五祖的，五祖都让他接待。大家有什么问题向他去问，向他请教。啊，慧能不认识字，讲堂一堂课也没去听过，禅堂一炷香也没坐过。啊，怎么一拨给他了？没给神秀。啊，我有个想法。神秀对五祖100%的恭敬，他得到100%利益。可是慧能对五祖呢是1000%恭敬，他得的1000%利益，不一样啊，沉静心不相同啊。那从哪里看出来呢？你看五祖教大家做祭祀。神秀有疑惑，做好了3天都不敢送给老和尚看，到最后他贴在墙上。慧能大师一点疑惑没有啊，啊，有疑，沉静里头有疑，沉静就破坏了，不完整了。啊，慧能他没有疑惑啊，他是圆满的沉静啊。啊，我们从这一点去观察，啊，两个人差别到底在哪里？啊，惹来的是大众的嫉妒、障碍。啊，仁和尚叫他去避难，猎人队里面藏了15年。那个15年是修忍辱波罗蜜，成就般若波罗蜜。啊，那真修啊！啊，猎人队里当伙夫啊！啊，在真修。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啊，只有五祖忍和尚这一类的人知道。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教行信证，这本书上说，无为法身，即是实相。实相即是法性，法性即是真如，真如即是一如。无为
发生。这个意思很深啊，很广啊。啊，就是真相。啊，真相有两个，色相、无相，色相无不相。色相无相是讲法性，法性没有相；色相无不相是讲法相，法相有相，能生万法。啊，那个万法是有相的，那是法相。能生所生是因，能所不二。啊，但是能生是真的，能生不动啊，法性不动啊，所生是假的。啊，为什么是假的？这个很不好懂，也不好讲。啊，被今天量子力学家识破了。啊，我们看到科学报告，很好懂，也比较好讲了。啊，科学对于物质跟精神现象用的方法跟佛是一样的方法，分析。啊，佛法的分析从哪里开始呢？牛毛尘，用佛讲最细的、最小的物质，就叫它做微尘。微尘是代表很小的物质。啊，从牛毛尘开始，啊，牛的毛很粗，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啊，在这个毛尖端上不会掉下来，啊，很稳当。啊，这个尘土就叫牛毛尘。把牛毛尘再分成七分，啊，七分之一呢叫羊毛尘。啊，羊毛细呀，啊，在羊毛上它也不会掉下来。羊毛尘再分为七分，七分之一变成兔毛尘，那更细了。兔毛尘的七分之一就变成水尘。啊，佛知道水里头有空隙，啊，这一个小的物质在水里面自由活动，没有障碍。啊，水尘的七分之一叫精尘，精是金属，金属的密度大，但是还是有空隙。啊，这一粒的小微尘呢，在金属里面它没有障碍。啊，精尘再分为七分之一，才叫微尘。那、啊、微尘是这个说法的。微尘呢，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但我们肉眼都看不见了。我们肉眼看到，顶多把好眼睛看到羊毛尘，啊，水尘就看不见了。啊，用这种方法分析。啊，微尘分成七分之一呢，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再分为七分之一，叫即微之微。佛只讲到这个地方。啊，即微之微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所以即微之微也叫灵虚尘，跟虚空啊做邻居了。啊，再一分就没有了。今天科学家就用这方法。啊，80年前开始。啊，因为在最早总认为分子是最小的，就是把细胞。啊，细胞把它分开。
在这分成分子，啊，认为最小的，啊，80年前开始，从分子上下手，把它再分析，分出了原子，啊，以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啊，那么这个80年来，越分越小，啊，原子分裂之后。才晓得有电子，有原子核，有中子。啊，再把这些中子跟电子再分，啊，分成粒子，啊，这样不断才分。啊，最近这30年的时候，才发现中微子，大概就是佛讲的。极微之微了，中微子在一分的时候，物质没有了，变成什么呢？原来是个意念波动的现象。啊，波这个波动是意念波动的，所以才晓得原来物质是意念变现的。啊，我看到这个报告。是德国的科学家布朗克啊，这个人现在不在了，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这个是他最先发现的啊，所以他说根据他一生的研究，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啊，物质是我们的幻觉，不是真实啊，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就念头。所以现代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啊，就是念头制造出物质，念头可以改变物质。啊，他们用的这个实验的方法就是治疗。啊，去调查，很多人得的重病，像癌症这一类的，不治之病，医院放弃治疗了，啊，宣布他存活的期间只有几个月，啊，那么这些人里头，当然大部分死亡了，啊，还有一些呢，哎，自己好了。啊，那这些人就用他们来做调查，他怎么好的？念头。啊，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信仰宗教的。啊，已经宣布死亡了嘛，没指望了，一心做祈祷，说一心念佛，把病给忘掉了，不想病，天天想佛，天天想神。啊，想了几个月之后，身体越来越好，再去检查没有了，这就是念头把它转变了。啊，这个病不能想啊，好人没有病的人，想着你痛病痛烂人，他真的毛病出来了。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你想什么病，马上就得病。啊，所以他天天想佛。想神不想身体了，身体不要了，反正我就要走了，根本不想他了，不照顾他了，这个病毒的细胞啊，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再去检查没有了。他们收集这种案例已经很多很多了啊，希望将来得到全世界科学家承认，啊，用意念治疗疾病，你看不需要用打针，不需要用医药，就念头，啊，这个念头重要，你就别想它，不要想病好，也不要想病坏，把病忘掉，这个意念最好。啊，你想它好也是个错误的观念。你把那个转移，
就像神，像佛菩萨啊，想极乐世界，这最好的念头啊，不管他没事，越管他事越多，所以不能去照顾他，照顾他的时候，他得到照顾，他就会发展了啊，他不会转变啊，不照顾他。这个方法最好啊，所以这是这个从这个理论上，我们能够啊治疗自己身上的病痛啊，换一句话说，也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完全掌控在自己了啊，同时。我们居住的环境啊，现在灾难很多，如果念头纯正，灾难就没有了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两句话，叫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那也是意念转变环境啊。这个地方风水很好，没有福报的人都住，住三年风水变坏了，这地方风水很坏很差，有福报的人住三年，哎，这风水变好了，外面环境随着人念头转，于是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极乐世界每一个人没有恶念的啊，贪嗔痴慢疑没有啊，自私自利没有啊，名闻利养没有啊，是非人我没有啊，完全都是正念啊，啊，纯净纯善的正念啊，那世界怎么能不好呢？我们这个世界，如果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学极乐世界的居民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很快的就变成极乐世界啊，大地上泥土都变成黄金啊，这些物质现象的转变都是从人心啊，有福的人居住这个地方，那地下都是珍宝啊，没有福报的人居住的那个地上都是泥沙，境真的是随着念头转啊，这一点都不假了，现在科学可以给我们做证明了啊，所以佛陀的教育真是至高无上究竟圆满的教育，我们要去重新肯定它，认真去学习它啊，让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很幸福，过得很圆满，很快乐啊，身心健康啊，居住的这个小环境，大环境没办法了，哦，能量不够啊，我们的小环境应该不会有灾难啊，我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啊，少灾少难，这就好啊啊，我们要认真做，做出成绩出来了，让科学家的做证明，大家向全世界推动啊，全世界的人心向善啊，地球上所有灾难都没有啊，地球能够恢复正常，社会能够恢复安定，啊，所以实相就是法性，法性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一如。一如的意思好啊，
我们要用一个心态，真心处事待人接物。啊，别人用妄心对我是他的事情，他迷惑，我们能理解，我们不会怪他。如果他觉悟了，他肯定跟我一样，我们用真心相处。啊，不能说他用妄心待我，我也用妄心待他，那就错了。那我们这个学就白学了。啊，他欺骗我，我不骗他。啊，他占我的便宜，我不占他的。啊，他轻视我，我恭敬他。一如待人接物啊，这个我们都快乐啊！啊，对待一切人，真正修净土。我们现在对这个道理逐渐逐渐明朗了。阿弥陀佛从哪来的？自信变的。极乐世界从哪来？也是自信变的。所以大乘经里佛说过，自信弥陀，唯心净土。那净土跟弥陀都是我心中变现出来的，啊，善心变现出来的，清净心变现出来的。这个娑婆世界是不善心变现出来的，是染污的心变现出来的，啊，阿赖耶变现的。极乐世界是真心变现的，我们用真心，不用妄心了，就能把这个世界慢慢转变过来。啊，用真心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所有的人，他就是阿弥陀佛。啊，不要以为我把他当作阿弥陀佛，那错误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净土。啊，死心塌地，这叫一如，并没有这真面。啊，我们用这种心待人，见到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他心会影响他，我的念头会影响他。啊，真的可以帮助他改邪归正，帮助他弃恶向善，真去起这个作用啊！啊，我的信号发泄给他了，啊，对他真的是恭敬，他真是阿弥陀佛，这个意念好啊！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念佛要这样念法，跟阿弥陀佛才相应。经上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往生决定有把握。不但我往生到极乐世界，我还要把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能造极乐世界，我们相信有能力把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啊，关键呢，在乎自己有没有信心。中国古人教人，信是第一的了。啊，五常是五种常的。常是永恒不能断的，永恒不能改的，永恒不能变的。啊，仁义礼智信。啊，信是底线，最下面的一层。啊，有信才有智，有智才有礼，有礼才有义。有义才有仁，这仁爱呀，
如果性没有了，这上面全没有了，全是假的了。啊，我们中国古老这些祖先也了不起，能说他不是圣人吗？啊，给我们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呐。啊，佛法到中国来，儒融合了佛，啊，儒释道三家都变成融合成一体了，都提升了。啊，这五个字是信德了，人人自信就是通通具足。啊，伦常八德是人性。啊，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就是伦常八德。啊，是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谁发明的，啊，不是谁发现的。不是的，啊，人生来他就有，啊，所以古人重视教育，不教呢，不教他就慢慢迷了，啊，这就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会被染污，啊，教育是教他明了，教他永远保持，不被外面环境影响。啊，不被外面环境染污，这人圣人呐、啊，人本来是圣贤呐、啊，啊，人人是圣贤呐、啊，跟佛说的一样啊。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中国古人讲的本性本善一个意思。啊，净宗的原理，啊，理论的基础，就是《观经》上佛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净土宗的理论依据啊。你的心本来是佛，啊，你的佛性，你的自信，你的真如。啊，本来是佛嘛，那你现在又想做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现在我心想做佛，本来是佛，现在又想做佛，他就一定做成了。有理论根据，不是随便说的，这个理论是实相。是事实真相，不是假设的，啊，不是理想的，不是的，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佛家讲的东西踏实啊。啊，大乘叫实教，就是真实。啊，真实的教诲，真实的教学。不是虚妄的，没有假设。啊，这真如是一如。然则弥陀从如来生，如来是指自性。示现报应化种种身也，啊，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啊，在极乐世界示现应身，啊，报身，在十报庄严土现的身是报身，在方便土
在凡圣同居土现的身是应身啊，那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念佛人临命终时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那是什么身？化身。我们想每一天十方诸佛刹土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多少人？中国人口是13亿、14亿，我看西方极乐世界一分钟都不止13、14亿呀。你就晓得阿弥陀佛要化多少身呢？真是化身呢，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要化这么多身呢，去接引大家到极乐世界去啊。啊，佛不来接引呢，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啊。啊，一定要他来接引。啊，所以戒言的是化身。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见到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好光明，无等伦。啊，《观经》里面所说的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相好光明无等伦。啊，每一个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完全相同。啊，而且那个身是法性身，不是我们血肉之身。法性身呢，居住的世界。是法性土，也就是它是新现的。我们这个地方是新现事变，跟阿赖耶连上关系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事变，只有新现，唯心所现。啊，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唯识所变。啊，唯识所变。有生灭，唯心所现的没有生灭，就是它没有变化。啊，可以说它有生相现，跟相最后灭当中没有变化。啊，不像我们现在想刹那之间的变化。啊，你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我们根据他所说的这个数字。一秒钟波动现象，波动频率多少呢？1600兆，一秒钟1600兆次的变化，叫无常啊。啊，这个现象被科学家看到了，科学家没说出数字，你看弥勒菩萨说出数字，科学家只说频率非常高，速度非常快啊，只说这个含糊笼统，啊，快到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他说，单独一个现象，无论是物质、精神现象，毫无意义，啊，因为它几乎不存在嘛，像闪电一样，比闪电快多了。就好在什么？它这些现象纠缠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现象。如果不是纠缠在一起，看不到。啊，念头也是纠缠在一起，物质也是纠缠在一起，啊，你才看到东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